库珀的上篮。对，倒也没有说攻得多巧妙。哇，大了，反击，郭浩文一对一的上篮啊。再给侧翼，又是赵百清，好球！记者指导准备五上五下了，看来突破拉杆上篮，哎，郭浩文这个球挑战刘东啊，这球被正面封盖了，掩护出来之后杀篮下，有手，哇，一个战术打三回成，郭浩文。三威胁拉开了，一打一，想造再找郭浩文，哦，放你三分，放就投，三掉内线，没有能够拿到。郭浩文慢三，陈教授，拉开了，郭浩文加速左边对抗，哦呦，这个球。给到郭浩文，没有要掩护，加速右边对抗之后的上篮打进了，这回郑浩然顶着头，这球比较难，郭浩文拿到篮板，又是转换给到陈将双对抗，造成犯规，二加一打进，可以来了，还是没投，对抗右手，哎，布朗快速的把球过渡给郭浩文，收球，郭浩文接球，反腰线附近对抗之后的跳投中距离。独斗要好很多，又是一个抢断，郭浩文再次策动这个反击来了，欧洲步右手的炮，郭浩文接球之后杀篮下，他的这个